钞票掏出口袋一点都不手软。金门的乡亲只要拿出2000块钱，就能换到价值4000块钱的1+1振兴券。一早会场就挤满满，还好今天只排了半个小时。市场上的大小商家也都配套的推出了很多搭配振兴券的优惠方案。金门县政府征调上百人来帮忙，拼经济，各个县市纷纷出招。彰化县的深港乡打算发给每位乡民1000块钱。现金够用，现金够用，全家人凑一凑就有3000-5000块，加上台电给的每人1000元回馈金，等于再翻倍。在公布深港乡农会还有5亿多的这个存款，所以对我们的建设，我们的这个财政呢没有影响。而隔壁的和美镇财神爷走过路过没有错过，镇长决定打算发给乡亲每个人600块，然后里面都500块。澎湖上个礼拜也已经发给县民每个人500块钱，还派出员警来互抄，就怕有什么意外。而湖西、白沙及西屿三个乡还在加码500，希望钱滚钱，活络经济，也让民众更有感。